12月11日，杜海涛更新微博写道，回来以后的第一个工作还是蛮辛苦的。他还晒出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杜海涛和吴昕与 SNH48 的成员在休息室合影，杜海涛站在吴昕的身边，两人摆出剪刀手的姿势。而站在杜海涛左手前边的就是之前被日媒评为中国4000年第一美女的鞠婧祎。网友们看到这张合影后纷纷调侃，站在4000年第一美女身边还说辛苦，那幸福是什么呢？跟众大眼美女一比，海涛你这眼也忒小了吧。只能让自己还是变